西夏亲宋，朝中比武选帅杨文广刀劈王伦夺魁，经寇准保荐，宋皇请穆桂英挂帅。年过半百的穆桂英因朝廷冷淡，本已心寒，经佘太君劝勉，慨然接印，整肃军纪，出征保国。造反连夺三城，边关告我急，番王人马如此猖狂，一旦平章有失，汴梁危矣。是啊，汴梁危矣。啊啊！兵不王强，为何之子不奏内事？速宣王强上殿。王强上殿呐！领旨。明知藩王犯边情，王强枷锁孟东人。臣王强进驾，吾皇万岁，隐身万万岁。
臣上殿有何国事议论？藩王造反，连夺三城，军情紧急，你为何不走与寡人之道？臣妾万岁，小丑挑梁，何足甚虑？想是藩王府库空虚，只为榨取金本而已。只要赠予财物，自然不战自退的了。王大人此言差矣。哦，差。想那藩王连年修文被诬，心怀叵测，此番进兵已在中原，依我看来，即可发兵征讨才是。赵啊，狼子野心，一途不归，若不私家征讨，怎保边疆而安社稷？这发兵征讨，王大人痴心报国，此其是也。那可自然，但不知命何人挂帅？挂帅之人们，飞扬家将不可。飞扬家将，臣妾万岁，想那杨家，自太君辞朝以后，退归临下，冷淡朝廷，焉能其用？不然不然，太君辞朝并非杨家冷淡朝廷啊。寇大人，难道是朝廷冷淡那杨家不成？是啊，寡人何曾冷淡杨家？寇卿何吃此言？这万岁永杨家将，难
往亲所奏，不知民哪不大臣挂帅征讨。是啊，以王大人之见，不用养家，难道还有天神下界不成么？寇大人岂不闻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哦，如此说来，王大人胸有成竹了。想老夫位居边部，焉能不网罗人才？这挂帅之人，自然是有啊！是哪一个？臣妾万岁，老臣府内现有一人，此人文武双全，若挂他为帅，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只是此人与老臣有些瓜葛，不便冒奏。为国求贤，不必内亲，速走来。就是臣死亡论。且慢，将门虎子未可消量之事，三军统帅非比寻常，臣妾万岁眼见实时，何不撇下皇榜，广聚贤才，教场比武，胜者为帅。依情所奏，就命你二人执掌此事。孤王亲选良才，二卿下殿去吧。臣等告退。美酒飞鱼多公羊，花拳金棒陈刚强。回头参见爹爹，我儿少礼。谢爹爹。身上银衣，选爹爹上殿，为了何事？我儿哪里知道，今有藩王屡犯边境，朝中无人挂帅，为父在万岁面前保奏我儿，带孩儿前去上任。慢来，慢来，这是寇准老儿得班苏兰奏请万岁要教场比武，我儿若能夺得魁元，这帅印就是我儿的了。爹爹，非是孩儿夸口，儿的也斗。花盖顶，举世无闻双，儿提剑呢？不发不中，世上无二。爹爹，但放宽心，总有三头露背的人儿，也不是孩儿的对手。我儿果然有此之量，我儿若能夺得魁元，这帅印自然就是我儿的了。你我父子同掌兵权之后，再与藩王里应外合，这宋氏江山，你我父子少不得要坐上一座，倒要坐上一座呀！这。
山前，深遭难阻可叹，红孩儿一过一过血战沙场，把身卷才保得大宋金将过山，到如今门庭冷落太君，今有西夏藩王新兵犯境，如今边关告急，特来禀报太君之道。啊！西夏新兵进犯，请我宋氏五人阵阵可恶。是啊，时时的可恶问。不知朝廷如何御敌，料必派兵征讨。哪家掌权，何人领兵？这倒不知。唉，像我杨家世代忠良，自我辞朝之后，20年来早被朝廷抛于脑后，如今国家有难，怎不叫人忧啊虑？是啊，国家有难，令人担忧。太君若是放心不下，何不差人进京
打探。杨红年卖柴火人前往。太祖母，您就让我去吧。我也去。哦，你二人远去？那汴梁城我们还没去过呢，您就让我们去吧。好好好，既要前去，也该禀知你母亲知道再去不迟呀。遵命。孩儿有请母亲。了，一旁坐下。告坐。好，夫人请坐。参见母亲。罢了，唤孙婿前来有何吩咐？适才宗保言道，藩王造反，尽愧忠元。啊，有这等事么？正是。是我放心不下，与差人进京打探，但不知差夫人前往。金华文光定要前去。是啊，小孙孙从未到过汴梁，趁此机会叫他二人见识见识。妈呀，您就让我们去吧。休得多口，启禀太君，汴梁乃是非之地，以孙婿看来，他心里还是不去的好。啊，那汴梁城我杨家去不得，哪个去得？啊，夫人，太君是去得，就叫他们去吧。Oh!
万岁有旨，王伦已为领考。
随民安，以为领考，你们哪国不怕死的，只管上来，我看会你。最好不知剑法如何，教场之上设有金钱一枚，博布之外设中金钱方可为元帅。王伦，当场施来领旨。所以就该用他们走来呀，速速走来。二人吃言不凡，必有才能，何不教他们比试一番呢？是啊，你二人既要比武，有何本领？刀枪剑戟，剑剑皆能。修法狂言，尔等可能见识金钱？是啊，可能见识金钱。见识金钱不足为奇，我要一剑穿金钱。二剑断红线，当家
时来。遵旨。起码
二人姓什么？我们姓杨。哦，姓杨，哪里人士？山后磁州人士。磁州人士，宗保贵英是你们什么人？是我二老双亲。你是文官？正是。你叫？我叫金花。金花，不错，金花。哎呀，都长大成人了啊，太君可好啊？康健得很。敢是太君叫你们前来比武增印的吗？不是的，我姐弟奉了太君之命进京打探军情来的。这挂帅之人有了吗？老夫寇准与你坐上同朝为臣呢。叩见叔祖父。起来起来，你二人到来是逢机会，比武是小，增印是大，记下了，必须要胆大心细，有什么祸事具有你叔祖父担待，放大了胆呢。多谢叔祖父。啊，万岁，看他二人无意超越王伦，帅印就该属于他们之掌。帅印一刀谋首，你们哪国敢抢？啊，万岁，若不从功，难以服众啊。如此，命他二人重新命我，胜者为帅，败者为将。啊，万岁，这九场比武，杀伤无罪。快快比武上来，领旨。
众竟敢刀劈我耳，与我拿下喽！且慢，王大人，方才你亲口说过，教场比武杀伤无罪呀！这，打了下去。化文光，快将民心奏于神上。遵命万岁。若能挂帅，何愁藩王不灭呀？如此，九命穆桂英挂帅，宗保一位副帅，金华文光一位左右先行，各路人马任凭调遣。还不谢恩呐！多谢万岁！百家回宫。Thank you.
强，心中不服，教场比武，被孩儿这一刀，怎么样啊？就把他给劈死了。奴才，命儿前去探听消息，哪个叫你前去惹祸？如今你刀劈王伦，那王强老子岂肯与儿甘休？妈呀，您别着急，那王强老贼说了，教场比武，杀生是无罪的。就是的。好过不知情中的小冤家。妈呀，万岁见我姐弟武艺高强，本应挂我为帅，只是年纪太小了，叫母亲您呐挂帅出征呐。妈呀，您就接应不？好，你倒真是个好的呀，本来的不错嘛。你进前来，为娘有话对儿言讲。哎，进前来，进前来。奴才，你绑了我的小孙孙，以御火王。太君有所不知，朕奴才进得进去，在教场比武，刀劈王伦。哦，狗子王伦，平日作恶多端，欺压良民，这等人劈了就劈了。快快与你兄弟松绑。太君，孙喜欢有话禀明。讲。朕奴才劈死王伦，
这等之事，帅印金彩火尺，快快取来。遵命。既然民力寡帅，就该吃朕这交换帅印，万万不可。文广金花，在你二人速到教场，打起巨将鼓后，你母吃朕，快去快去。遵命。Thank you.
为祸拦阻。Thank you.
是怪那宋天那次中间不分反王造反来犯了亲求兵日救火不来援回地不求家恩那重但愿不行等你太君回应日记您将办的非比当年况且这三官上将举一调令还是回奏朝廷另选旁人为使太君！
到。有请。有请。天官。啊，元帅。寇叔父一路奉上，多少辛苦。为国勤劳，何言辛苦。计划本官，叩见叔祖父。参见叔祖父。罢了。啊，元帅，人道你养家，管吃英雄豪杰，今日一见，果然话不虚传。你看，文光虽然年幼，他的阴气多人，你养家又吃了一员虎将啊！寇叔父，话讲了，你父亲有所不知，那日教场比武，眼睁睁这颗帅印就要落到奸臣之手，多亏文光劈了王伦，夺下帅印，这才把国家的安危又托付于忠良。满世事，满朝文武，个个尽服，就是圣上嘛，也是惜之不尽呐。进化文光，你母亲执法森严，你爹地要牢牢谨记，奋勇杀敌。圣儿记下了。好好好，杨家将所向无敌，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吉时一到，即刻发兵，老朽告辞了。